我是陶家谢志成，我这次展览的主题是三十有成。这次的那个展览我主要分成两个系列，虎的创作的部分我比较喜欢的是素面的，纯粹简单的，然后就是必须要靠比较精细的工去完成的这些东西。12月27号到2月26号，七四艺术中心。这一档哈，专程邀请谢志成老师哈，我们认识30几年了哈，也曾经搭配过哈，他的油滴油真的烧到哈，淋漓尽致，他的技艺真的是在陶艺界哈，是蛮突出的哈。这个作品的名称叫《旋律》。当初就是跟很喜欢音乐的一个朋友有一个因缘际会啊，后来想说想要做一件那个跟音乐有关的作品。我就喜欢这样子干干净净，然后在简单中，然后就有一些那个巧思啊，然后有一些小小的造型。邀请各界来我们74艺术中心来指教。